你又买衣服了？啊，让我看看。哇，这我肯定穿不进去。你穿上让我看看。快去快去去去！好吧好吧。詹妮斯，你昨天要跟我说什么来着？嗯？詹妮斯，人呢？嘿，我好看吗？徐嘉修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接个扳手。哦。有一种爱情叫兄弟。你这书挺有意思的。陆家的。不是，你赶紧把衣服穿上，别冻着。这书明明不是我的。哇，这书名挺厉害，好看吗？啊，这是有点可怕，可怕。宝贝儿，我快不行了。又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跟我说。我那天那么着急找你，就是想问你。如果一个人突然间建议另一个人改变自己，就比如说穿裙子之类的，他有什么企图？男他女他？男他。那他对你有意思呗？你也这么说？嗯。那完了。谁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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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洋，第一哥，你没事吧？是周云波？不是，该不会是徐嘉修吧？嗯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哎呀，不知道，我只忙于冷静冷静。我的天，完了完了！我刚为徐嘉修花一个月房租买的裙子，能不能别这么残忍？一次失败不够，还来第二次。我决定了，我现在就去告诉他，让他死心。这么快就决定了，挺突然的还。我这个人很有原则，一向做事干干脆脆，快刀斩乱麻，不能让任何人对我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。你现在就去告诉他，没门！哎，怎么是我去告诉他呀？我不敢啊！你，睡了吗？你觉得呢？嗯。你怎么自己在修啊？杨洋呢？他出去了。你有什么事儿？快点螺丝刀。哎，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急死我了！嗨。
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？无关工作。你问吧。你觉得詹妮斯怎么样？我跟他共事两年多，对他还挺满意的。还挺满意的。还有吗？有。啊？他要是女性一点的话，就更完美了。为什么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，我觉得什么呀？算了，詹妮斯让我告诉你，他对你啊，纯兄弟，不掺杂任何情感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你们有病吧？啊！你去把林娇娇给我叫过来。哦，哎不，林娇娇是谁啊？原来是场误会啊！太好太好了，我说老大什么时候这么重口了呢？生活就是这样的，总会有一些美丽的误会。我也觉得不美丽，甚至有点可怕。啊，好了，总之这个误会解除了，大家以后见面就不会尴尬了。嗯，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？笑得这么大声。徐嘉修，对不起。出去。好嘞，走走走走走了，徐嘉修，拜拜。虚惊一场。嗯，还是中性衣服好看。走啦，去上班啦。来了。今儿心情这么好，太好了！我这叫无碍一身轻，出发！走。